好，来，我们来做一个位移效果啊。首先，这个呢需要用到时间轴。好，画布稍微小一点啊。好，首先呢，把它的整个效果给做出来啊。渐变背景，然后地带投影。只要一做动的，就 CPU 占内存，特别占内存，吃内存的一个软件。好，然后呢，选择大写。然后呢，换一个。不写设计写什么呢？这两个字啊，然后先用就英文吧，英文就英文了啊。好，然后呢，投影加上去。他还准备收藏呢。哇，这什么？吓我一跳。好，行，然后呢，投影，红白，好，这样子，它的一个效果是什么？从右往左，所以呢，我们这里选择创建视频时间轴，切换到创建视频时间轴，知道吧？这一块切换的，然后点击，它这里呢是一个紫色长条，发现了吧？啊，那么呢，紫色长条到什么？到哪个位置呢？这里呢，它总共是5秒，知道吧？我们的帧呢，去设置一下，设置多少呢？帧速率，设置时间帧速率为25，明白吧？我们设置一下，确定。那么呢，我们就更改了它的一个时间，总共的时长是5秒。如果你不需要的话呢，把这个紫色的调整一下就行了。好，我们先做吧。然后呢，这块是它的缩放大小，当然，缩放大小就是有时候如果只需要几帧的动画的话呢，我们能够放大，懂了吧？好，跟这个这块呢跟 AE 是一样的。好，把它拉长一点。好，然后呢，选择它呢有很多属性，什么变换不透明度、样式、图的模板位置、文字变形啥的。好，首先，还记得咱们之前讲 CCD 的动画吧？我们首先得给它 K 什么，在变换这里 K 帧，变换这个地方 K 帧，然后呢，移到哪边去呢？移到右边去。然后呢，大概它是5秒钟，其实1秒2秒的样子就差不多了啊，给一个2秒，缩一下，给个2秒的样子。然后呢，
选择两秒这个位置，开灯，好，然后移到这一块区域，没错，好，然后呢，我们预览一下啊，就是这么一个效果。哎，等一下啊，有点问题，有点问题啊，蒙版有点问题，重新拉一下啊。弄一下啊，好，是这个地方没有啥问题是吧？好，然后呢我们移到这一块区域，没问题是吧？我们呢给一个两秒，不要三秒，三秒的话就慢了一点，两秒，然后呢 K 针变成这个金色，那么呢就代表的针已经 K 掉了，明白了吧？好，然后呢把它来制作一下，好，这个不行，这个移动的时候发现它蒙版也在动，发现了吧？所以我这里这样子，好，这样啊，我选择文本，好，那移动的时候它蒙版也会变，发现了吧？所以呢，我这里要把投影删个化，删个化文字，然后蒙版的应用，我直接应用了，知道吧？然后 K 针，好，直接应用了，然后呢选择这块，这就不会出现刚刚那个问题了。然后呢选择二秒的位置，砝码地方 K 针 K 针，好，然后两个选择按住 Shift 的键，好，然后呢移到最左边去。然后呢，我们再预览一下，投影了，再试一下，投影，投影在这里，行，再重新来一下，重新来一下，好，首先全部删个画了，没问题是吧？没问题吧？这个地方。首先删个画了，然后选中两个，把它移到右边去，没问题吧？好，然后呢选择，行，我这里选个五秒吧，就选五秒，不然太快了你们也看不到。然后呢 K 针把这个时间码点开，然后按住 Shift 键，这两个针，然后你加 T 移到最左边去，按住 Shift 键，回车，然后呢预览。哎，投影怎么不见了？试一下。哦，投影先，好，投影重新再移一下啊。投影是。跑左边去了，然后这个投影，移一下，哎，怎么还是不见呢？再弄一下，对呀，选一下位置。手动移一下，再重新移一下。是右边吗？然后这个，好，这样就是对的。重新移一下。如果是 AE 的话呢，它有那个 A 轴 Y 轴会更好一些，就是我们不用去手动调整，直接用 A 轴和 Y 轴，这样就好一些。好，就是这样子的，再预览一下，有点错位，重新来吧，重新来弄一下，把这两个
删掉，重新来，重新来。好，然后复制，垂直翻转。然后蒙版，好，这样的，然后选择它的属性，应用图层蒙版，先上个画，应用图层蒙版，好，这样子的。首先呢，给它一个位置，把位置给它点进去。图层合并也行，对，只用做一个了，那就合并好了，直接给一个位置好了。好，然后呢，选择第一个，点击那个砝码，把它移到右边去。然后选择五秒的位置，点一下。然后预览，就这样的，合并好了。好，看明白了吧？好，然后把这个做一做吧，这个练习做一做，步骤需要写吗？新建画布还是新建画布啊？新建画布，填充渐变，然后第二个是文本，三个呢是复制，就是拷贝文本图层，垂直翻转，垂直翻转完之后呢，图层蒙版制作投影，就在一个图层里面做了，将拷贝文本栅格化，并应用蒙版。合并两个文本层，第六步骤，创建视频时间轴，位置黑帧，位置黑帧。然后呢，首先第八步是移动图层在最右侧，然后黑帧之前其实还有一步，就是什么呢？
设置，就是右键设置帧速率为25，知道吧？FPS 知道怎么设置吗？ FPS 它的单位在那个右上角的小图标这一块有一个叫设置时间轴帧速率，知道吧？点一下就行了，然后这时候就有25 FPS， 明白吧？对，就此，然后呢，在移动K 帧移动图层在最左边，然后第十步就是完成。播放存储，那注意一下，那个 PS 最多能渲染多长的时间呢？最多能渲染10秒了，超过10秒的话就有点占内存了。它只要是动画的软件，不管是做什么动画，在 PSAE 里面做也好，都非常的吃内存，知道吧？应该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，16G 够了，内存16G 够了。没事，咱们 UI 的够了。好，写完了吗？没事，还有很多没记完呢。这之后后面学 AE 至少懂了一点，这个 AE 跟 AE 的原理是一样，只不过 AE 的话有 A 和外轴，还有 Z 的。默认是那个。不是，你移动的位置跟你移动位置来定。好，记完了吗？记完的话练习一下吧，记完了吧都。给你发个魔鬼语音。好，练习一下啊，发了。